其實我發覺好像我同華仔次次拍都是很難忘的喎。我記得由《鹿鼎記》跟住《無間道》跟住，同埋次次都有啲唔同的喎。咁今次有咩唔同啲？今次好似就係 hello， 今次好似就你嚟中間啦，好啊，你嚟中間，嚟嚟嚟。咁佢哋好難 cut 開我嘅喎。今次好似係三姐咧，今次好似係又將正邪，又調翻轉咁咯。今次我是做算是即係一個反派咁嘅角色，好大反派添啊！見到你睇你點睇啦？我覺得似係一個老千啦，似係一個英雄啦，因為佢始終都係一牽涉係一個詐騙案。咁佢係你俾人打主腦人物，打到呢度流曬血嗰場咧，有冇啲咩特別㗎？其實？那場我都不太記得我們看片的時候都什麼的，就是你開頭，因為其實它是剪得挺特別的，整個剪接上高，開頭看到它整損了，被人打了，究竟為什麼呢？差不多相隔了成半個小時才知道，哦，原來是這樣的。我覺得整個戲的風格都挺特別。再啊，因為即係我哋一路落嚟，其實喺我哋嘅電影裏面，我哋大部分都係做好人噶嘛。咁今次見到佢做一個老千咁樣，咁其實喺佢個世界裏面咧，佢又覺佢冇覺得自己喺嗰個工作，即係嗰個行為上都有任何覺得自己唔啱嘅地方。佢覺得個世界就係咁樣行下行下，咁咪變咗咁。係啊，我只不過係利用咗一啲制度上嘅漏洞去揾錢咁解。大家都成熟了，大家都成熟了。會不會想下次一起合作是同一陣事，而不是敵對了，始終敵對也挺可以的。剛才見你們在台上台下都很多話說，很久沒見了，你們自己私下都是啊，私底下我們很少會或者有時會請我吃飯，但是都不是說整天，因為大家各有各忙，係㗎，大家各有各忙，唔係佢好肥佬嘅，送紅酒俾我。幾耐先至約一次嘅話仔，真係好少啊，因為大家都各有各忙咧，咁所以今次要啦，攞一張。係啊，係啊，有冇恭喜佢啊？有啊有啊，梗係有啦。好請你食飯啊！好啊好啊，我再送紅酒。再送紅酒。你咧，你有啲咩表示？我送白酒啦，好。真係會冇事。